慢点刷啊，刷啊，啊，我是你的谁，妈妈，我是你的谁？嗯，上次医生说我是你的谁？你说什么啊？我是你的什么人啊，妈妈？啊，我是你的什么人？啊，你说说看。我是谁，妈妈？我是谁？嗯，你上次跟医生说我是你的什么人？记不记得？啊？记不记得你跟那个主治医师考你说，啊，老奶奶，奶奶，这个女士，这个小姐是谁呀？那你说什么？你说了一个英文字，吓死她了，对不对？你说什么？嗯？记不记得？啊？你讲出来了，大家都哇。七八个人都吓坏了啊！说这个奶奶这么厉害，还会用英文回答啊？对不对？主治医师问你中文，你用英文回答他，对不对？啊？那你那时候说我是你的什么人？啊？妈妈，你说我是你的什么人哈？嗯？想睡觉了。